走到间的这个部分也是平底天花板，所以你可以一起做啊。所以我们点这里。那其他像这个三个做完，先为了避免不小心把它冻到了嘞，他你先把它关闭了。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厨房空间，你可以冻结，然后关闭，再来是这个公共卫浴空间冻结、关闭，然后还有卓式卫浴冻结、关闭，有没有像这样？好，那我们来处理这里。你先对一下那个空间模型，一开始不熟就像这样对，那就发现这里是不是重叠的？然后这边是不是重叠？你看，对吧？像这里，它是不是吃到里面去了嘛？OK，好，那没关系。好，那我们先把上面的选到它，对，选到它，然后确定是 AD Polygon 编辑的 AD Polygon 团体，把这个 Polygon 打开，然后把这个面啊选起来。哎，这为什么一直没办法？因为它一直在厨房这里了，所以你要先结束命令，先不要选到东西，然后点这里。好，对，那我们选这个面啊，你把它删掉。好，我们看这里有没有跟它重叠啊？所以，然后把它点开，再看一下，有，它有叠在里面了，它有叠在里面，只是那时候做的没那么大。好，同学，那你看有没有？就是我们这个结构墙在外面嘛，所以等于是说那个黑色的那个面呢，它跟结构墙都叠在一起了，像四周都一样，所以我们这里先处理啊。好，同学，你把这个关闭，然后 Polygon 把这个面呢选起来，像这个都叠到，把它选起来，按删除叠的键，OK，好，就删掉。好，然后这里到底有没有问题？我们再看啊，同学，我这个打开，你看这是不是叠到？对啊，所以这不需要嘛，所以要点这个面呢，把它删掉，有它就不会重叠了。可是你要看哦，它会不会这边会不会有漏掉啊？因为我们这里不是有开放空间嘛，所以这厨房对不对？团体把厨房打开来看哦，比如说打开，哎，不对，厨房应该是在那个这里没错啊，然后把它打开，好打开，团体打开你要去看这里啊，你要往下看，因为它是背面忽略的啊。对吧？它这样是不是有接过来？接到对了。不过这时候你其实可以把它合并，然后焊接在一起啊。不过后面再做，它反正就是不能让它漏光。好，这样可以了。好，那我们再看一下，那底下这个呢？它因为这梁是它我们这是小梁，所以它天花板会把它包进去哦。所以这里要看该不该删了。它我们这个看一下那个状况。比如说，你先把它回到线架构，就是你按这里，然后把它改成那个 wireframe，然后你可以从那个前视图去看，它这个跑太快啊，就是缩放实际范围。先这样啊，然后按这个，那缩放实际范围，不然它这个广角拉太大。好，回到那个投影视图，我们来看好了。有没有小梁，对不对？然后底下是天花板啊，底下天花板。当然，你要选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各个视景去投影。比如说，我要讲的这一段啊。好，我选这个面，对，对，就底下这一层面，然后这一层面你自己看哦。它选到这边呢，这里。然后这个小梁，它小梁在上面，所以这个面不能删，然后留着哦，要留着。OK，好，那我们把这个放大哦，把它改成 Smooth Highlight，对吧？所以这段过去，你看从这边过去的这个面就不能删，然后上面这个好像多出来了，因为我们底下这样看的话，只会看到这个面嘛，看到这个。那当初在编辑的时候，因为双面建模它有卡一大堆那个面啊，所以有没有就是这样看到吧？就是像这个是小梁嘛，OK，所以我们这个面留着就好了，因为下来往下看就看到这边了，就这个墙上面的天花板，然后这边就是梁被包住了，OK，好，所以它也像这个就多的嘛，就把它删掉。可是这个会不会影响到另外一侧？我们看一下，比如说
我先把它拉到这里，跟它没什么关系嘛。OK， 因为我们底下是那个低层啊，所以这段可以删了、啊，这段可以删。但你删不用像我这样子头伸进去，我只是跟他解释为什么把它删掉。OK， 好，就这样。好，那重叠就把它删掉了。OK， 那这一段团，那这一段你也可以不要了，删掉，删掉。这是那个多余的，因为反正我们两个都已经把它包住了嘛，就不需要，像这个都不用，删掉 ，OK。然后像这个一样，把它删掉。好，那另外一侧，这里啊，这里也把它删掉，因为两个都包住了嘛，不需要这些面，所以这个两个就是恢复到原状。好，所以你整个天花板就变这样。OK， 那没关系，团我们还没做完哦。好，那等一下这个再反向。好，接下来换这个客厅这里啊，团。因为我们要看得到里面嘛，所以你把上面这个 polygon 啊，把它删掉。好，但是你看了、哦，我如果把它删掉，图就变这样，对不对？但是底下啊、哦，它底下我们留下高层天花板哦。所以你看，我如果点这个面了，它你看上面会不会选到？会，对不对？所以你把最上面那一层删掉，就像这样删掉，就不要再删了。因为如果说你再删，比如说你选这个面删掉，那就等于破一个孔啦。它是破掉了 ，OK， 回到上一步，所以删一个就好，就删那一层了、哦。好，那我们再看侧面，它像这个也把它删掉，这样删掉，那是不是就看到里面了嘛？就看到里面 ，OK， 好，就像这样。好，对，那因为我们主要是要看到内部这个高层天花板跟低层天花板之间的立体造型，所以呢，多出来的面可以删掉，像这个根本就看不见，就。我讲这个、哦，这个凸出来这个地方，这里，像这里你就可以把它删掉，啊，因为它两层嘛，所以这样删，留下这一片就好了，像这样，好，删的差不多，好，那我们整体给它背面忽略好了，团，因为背面朝上嘛，所以它背面忽略朝上就不用再反向，好，我点这个，团，你就按右键，选择 Object Property。然后这个地方就是背面忽略 ，OK， 好，图就变这样了，这样就对了。那我们往下看是不是穿到里面，然后往这里看是不是就看到天花板，这样就对了 ，OK。啊，这个是那隔间墙的那个结果，所以这可以不用理它。好，但是如果说你觉得这里有多余的面啊，你可以把这个关掉。那你看这多的嘛，因为我们这里根本就看不见了，你看。这边都被挡住了，像这个四周这面啊，你看，这边挡住就可以把它删掉。我们这样看看一下啊，这样看，这样对啊，因为这两是外露的哦。好，这样都没问题啊。好，那我把多余的删掉，像这个地方多余的把它删掉，所以这那个 polygon 编辑，它这个就不用了。然后它还是有两层哦，所以这里就不用。这个面不需要，它底下这段是因为它隔间墙，我们看一下啊，那个。它这个隔间墙把它包住了，没错。对啊，你看我这样打开关闭，这样看就很清楚。好，那就没问题了，这边就搞定。那这个就不能再删了，它因为它是一个立体造型天花板，这个白就是这个方向了，就先留着，这样就看到里面就可以了。反正往下看的是看到整体天花板，然后往上看会看到那个单面背面忽略的状况啊。好，这边顺便跟他讲一下，它如果说你最终的结果是。颠倒的，比如说我这边做一个范例，当然因为我这个范例是背面朝上啊，所以做起来比较顺。那你万一如果你遇到像这样，比如说你给它做完的时候会产生这个颠倒，没有像这样颠倒，然后我再转一次好了。好，你把面删完之后它变这样，然后底下是黑的，
哎，底下就变成说，来，我把它恢复好了，就变这样哎，就是我们的正面在上面啊，然后背面在里面，对不对？那这样不对哦，所以那你就必须给它下这个两种做法。当然，第一种做法就是直接那个 modify 面板啊 ，AD Poly 杠上面给它加一个 normal 它的反向，对吧？反向。好，那可是反向这个地方就没有办法再编辑 AD Poly 杠，所以你一旦反向之后，你要再转一次右键 convert to AD Poly 杠，这样才对。哎，我们这里好像有叠到那个结构梁了。所以这个面要删掉，来，没关系，我现在右键 AD Polygon， 像这样，一定要转成最后 AD Polygon， 然后你再把那个，我先把这个删掉，因为这个多出来，这不要了。那你看这边是不是有叠在一起？这个也不要。OK， 好，然后再来就背面忽略了，就按右键 Object Property， 这样把背面忽略掉就可以了。OK， 那反向你也可以用 Polygon 选起来 Flip， 这样也可以，很多方式哦。好，那同样做法来，我来处理一下那个，因为我们客厅跟走道间用完了嘛。对啊，那我就把客厅走道间把它冻结保护起来，然后把它关闭。OK， 啊，这个关闭。好，那我们再换主卧室，打开主卧室啊，那这个一样啊，对，这个就比较简单了，也比较方正。这个地方就可以把它移掉，所以 AD Polygon 按 Polygon， 它你把上面这个面呢，把它删掉，留下底下那一层哦，然后这个侧面这个也把它删掉 ，OK， 然后多的面像这个把它删掉，它这个有两片哦，因为它正外内部外部两片哦，再把它删掉，过来，好，这样就没问题，没有，当然它有吃到那个结构梁里面啊，所以你看我这个。关掉它，你看，像这个也是多的啊，所以这个就把它删掉，这不需要了。有没有删掉？好，然后再没问题的，它没，我们看这样对了啊、哦。那因为正面在下，背面在上，就不用再 free 啊、哦，所以这时候你就是解除命令，按滑鼠右键 Object Property， 然后按 Backface Cool 啊 ，OK， 对吧？这样的背面忽略有没有？这样看到里面，然后这样传过去，这样对了。你要照看，然后看这个面有没有跑掉、哦，快破一个洞。好，这样都可以。好，那 OK， 那我们继续来把这个打开。那最后一个应该是，对，应该是次卧室这里，次卧室。好，所以你就把这个关闭，先冻结保护起来，就这个主卧室这个，然后再把它关闭。好，我们再打开次卧室，对，次卧室。在这里，把它打开，然后这个不要冻结，先不要哈 ，OK， 因为冻结的话没有办法编辑嘛，啊，这太亮了，所以我把它改一个颜色，好，一样继续编辑，同样你就是选到它，然后 Polygon 上面这个面删掉，然后侧面这个把它删掉，好，那这会有多了重叠的面把它删掉，像这个两片删掉，跟刚一样的。当然，如果一开始你就单面建模，就不用像我这样一直删了。只是说我们要练习。好，那我们再看有没有跟结构墙跟结构梁重叠。有，外面这一层你自己看，有没有？它是重叠嘛？那重叠就可以删了。对 ，Polygon 来把这个删掉。删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删啦、啊，不用像我这样转，因为我在录影，那你知道我在删什么，所以我就转。好，那 OK， 然后对它右键 ，Object Properties， 然后 General Backface Cool OK， 像这样。来，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状态，它要把这个冻结先解除掉，然后打开来看，然后配这个空间模型。所以整个天花板就长这样，有从上面看会看到整体嘛，然后从下面看下去会看到天花板，全部都有正面，那里可见啊、哦，然后这样会背面忽略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好，同学如果没问题的话，同学先试着做完看哦，然后做完之后你可以把它保护起来，所以这个整个天花跟地平模型的同学这个
这先打开来看，这是地平嘛，然后地平先关掉，好，把那个把它冻结起来，这样就保护了，才不会跑掉。好，那之后呢，我们继续再编辑，它先试一下。